从11月4号到现在一直不敢出来说话，他们连告别式都是他在没有招魂的情况之下就已经完成了。那天等我跟他登来吃饭啊，他就说就没有，就再也没有遇到，就没有办法看到他和孩子回来。他哭泣说政府太过分了，怎么会这样做。他选择自缢的地方是在公文室，为什么不是在他的办公桌里面？连当他要离开的时候，他都担心他这样子出现在大家的面前，别人会很害怕。而且之前我们就看到有一些报道讲说，他是他妈妈的心肝宝贝，他妈妈从小根本就舍不得骂他，他从小也是循规蹈矩、品学兼优。刚刚讲的是整个新庄高中第一名毕业，他没有让他爸妈曾经担这个所谓的担忧过。他说：“哎，刚刚不是讲吗？他每天什么？他不是每天5点钟上班？”7、8点才下班吗？他说他7、8点下班的时候，他妈妈都会在等他。而且他说他中午不是吃饭吗？中午的便当吗？他妈妈都帮他准备好。也就是说他已经40岁了，他还是他妈妈的心肝宝贝。结果到了晚上的时候，我妈妈7、8点哦，妈妈都还要等你回家吃晚饭。他说他那天没有等到他儿子吃晚饭。对，记者终于找到这个吴妈妈，愿意出来受访。其实你看，我光看这个相关的报道，我看了真的眼眶都要流下来。他说：“太过分了，政府怎么会这样做？我可怜的孩子，我叫他不要做了，我们家又不是没饭吃，给人家这样虐待，还我们清白，还我们一个清白，不要让我们被冤枉就好，怎么这么恶毒？”就妈妈就泪崩，我的宝贝，我从来没有打过他，我有5个孩子，我从小都不曾打过他们，大家都是我的宝贝孩子。那天等不到等我跟他登来吃饭啊，他就说就没有，就再也没有遇到，就没有办法看到他和孩子回来。他哭泣说政府太过分了，怎么会这样做。然后就是情绪崩溃，然后旁人不断的安慰他，所以这是一个等不到孩子回家吃饭的妈妈，她对她的孩子死谏，整个劳动部的状况，然后还被他们把大题给移开，不让她的死谏被全台湾人知道。他们从11月4号到现在一直不敢出来说话。他们连告别式都是他在没有招魂的情况之下就已经完成了，一直到现在台湾社会给他们，你说现在这个政府，现在这个劳动部对他们家欺压到这种程度，我的小孩已经为了这个政府牺牲了，我的小孩已经死在这个办公室的地方，结果这个政府不但没有给我一个公道，居然还压着我们。他之前居然还害怕到连话都不敢讲，他讲说我每天都会帮我儿子洗好便当盒，然后呢我在装饭的那天我去，那我的孩子没有，我们等不到我的孩子回家吃晚饭。他说我等不到我的孩子吃晚饭的时候，我那天我也都吃不下去。他说我的儿子已经牺牲了。你要说怎么样，他说我跟政府，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跟政府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他只希望不要再让另外一个公务人的家庭在面临这样的事情。所以从头到尾劳动部在说谎，他们说没有霸凌，人家妈妈跳出来告诉你你们是虐待，他叫他的儿子不要做了，走啊，不要给人家这样子虐待，我们又不是少饭吃。为什么他没有离开？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有责任感的小孩，他认为他本来有机会调开了，结果后来他是因为跟其他同事情谊很好选择留下来。刚提到他选择自缢的地方是在公文室，为什么不是在他的办公桌里面？为什么不是在他办公桌那边？是不是他也连当他要离开的时候，他都担心他这样子出现在大家的面前，别人会很害怕，所以他才会选择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面。不管现在情况是已经有人跳出来，而且是家属跳出来告诉你政府太过分了。如果从这个过程里面你就知道这些人有多么恶劣，也就是说他已经在办公室往生，在办公室往生了以后，我们刚刚讲人死为大，人死为大，你我想你真很难想象
当你小孩过世了以后，你最不想碰到，就最不想碰到的，最不想伤害的，甚至不想他人一根汗毛受到伤害的，结果你居然去跟他这样子，等于说不管你做 CPR 或怎么样，你做最后的动作其实都在伤害这个身体。你不但在伤害这个身体，你还把他等于说没有白布的直接移开，让他毫无尊严的离开。你不但让他毫无尊严的离开，你还把他七折八折的这样做了一个东西。我今天要是妈妈， 我说真的，他们家太善良了。如果是我，我跟你拼了，真的。你全家，真的，我觉得他们不知道经历到什么样的恐怖，所以提到明明在今年的二月份就已经有人具名举报这个谢怡蓉是有问题的，是有那个就是霸凌的事件，结果没有想到这个次长在他谈完的隔一天，谢怡蓉直接在他的分署里面发一个公文告诉所有人，你们只要再把这个相关的东西泄露出去的话，不要乱讲话，对，还说是家属要求说一定要把他送到医院，那你怎么想？家属医院家属要求就代表什么？代表说我小孩子最后的遗体是可以随便让你们糟蹋的吗？你连这种谎、这种东西都可以栽在家属的身上吗？宝杰哥，你要知道，他们连死亡证明都可以拿到，而且不是在现场拿到，是隔一天检察官去拿到。你说看到这里，家属敢出来讲话吗？家属敢出来讲话吗？为什么家属现在才敢出来讲话？对，因为现在他发现这个议题已经让全台湾人愤怒，全台湾人站在他们那一边，已经不再是民进党政府可以只手遮天，他们才敢站出来。而且更可怕的是，他妈妈早就知道他儿子的苦，早就知道他儿子的痛，所以早就跟他讲说：“你卖走啊啦！”所以我跟你讲哦，你根本没有办法想象这些人到底经历了什么。你看，11月6号开始有人在网络上爆料，11月7号他们还继续召开那一个什么有光的记者会，然后11月11号竟然开始进行要清查办公室里面，看有没有人动用桌机之类的。他们在搞绿色恐怖，哎，人都死了，他还敢这样搞，哎。11月18号出来的调查报告，三个关键时间点说这一个谢怡蓉没有关系，跟他没有关系。宝杰哥，如果不是我们制作单位锲而不舍把这件事情一定要把它爆出开来的话，这个公务人员就这样子静静的走了。为什么那么多他的同事冒名也要开始把这个事情揭露出来？因为如果他不讲出来的话，他可能就是下一个要登出人生的人，这个地方让人家做不下去。你就可以讲，一个政府有黑暗到这种程度吗？一个政府有黑帮到这种程度吗？一个政府有黑暗到这种程度吗？我跟你说，我们先来看一下，其实李宇翔是他们大家信任的，因为李宇翔曾经是他们的那个就是替代役，他在那边当替代役过。你不觉得非常荒谬吗？他们的人竟然相信曾经在那边当过替代役的市议员，不相信你整个政府。那我现在李宇翔讲了很多，就是很多他的一个报那个霸凌的事情，女孩子请生理假，他还帮人家算生理期，没有到一个月，你为什么就请？然后呢，侮辱别人的学校学系。那我现在就问一件事，李宇翔是民进党的市议员。民进党的市议员在他的粉专，在他的脸书多次去讲这件事情。对，你民进党中央是什么吗？你民进党的市议员在他自己的脸书上写这件事情，你民进党党中央有任何一个立委，有任何其他的人出来跟李宇翔关切过这件事情吗？但劳动部的报告说没有啊，他今天这个人的死亡跟这个所谓的这个谢宇这个他完全没有关系啊。宝杰哥，一直到我昨天在友台上节目 Live 节目，我讲到这件事情情绪都很激动，下面都还有人说好会演哦，啊怎么了？然后就开始，这些人是谁？这些人是谁？这些人是民进党的网军，这些人现在还在洗风向，洗什么风向？这是事情的关键，这是事情的本身吗？今天全台湾人愤怒的是什么？愤怒的是这个人他在生前被你们霸凌，他已死死谏，结果你们竟然灭证。他连死后招魂都不让他招魂，
这对台湾人来讲，这是犯忌的。他没有招呼，他魂魄没回来，你要他怎么圆满的走？你丧心病狂到这个地步，现在是谁当家？是民进党当家。你民进党的立法委员没有帮这些人讲一句话，你们还想要继续执政？你们还想要当政治人物？请你们先当一个人先。慧姐，现在你的脸书里面你也提出非常强的控诉，你这个提到十个字：生前遭霸凌，死后遭灭证。而且你今天帮我们提供了一个数字，是说，哎，他是那天早上7:55报案的，结果刚刚讲的8:11警察到达。这个时候，大家其实最困惑的是，你如果已经半夜已经是自缢了，你已经是轻生了，你今天大家发现的时候，你已经往生了。往生的时候，你为什么还要做急救？而且我们刚刚讲的救护车。在活人不在死人，是谁做那个决定不能盖白布的？还有，你怎么可能说我已经用我的生命控诉了？用我的生命控诉了以后，我还要把你给包起来，我把你给遮掩起来，我还不让你不能对外界表达任何的声音。刚刚讲到的，第二天更夸张的是，照理讲你这个是命案现场，这是一个刑案现场，你的检察官应该当天就要相验，可是检察官居然可以拖到第二天的中午才开死亡证明书。是宝杰哥，是整件事情我们谈到现在都已经第几天了，整件事情的原貌根本没有被厘清，不仅没有被厘清，还有越来越多的疑问跑出来，有更多的疑问。我们其他时间就生前遭霸凌这件事情我们已经谈过很多，我们今天专门讲一件事，就是他们是如何让一个死健在办公室的这个人，他的大体竟然被装活运离开他的这个现场。现在所有事件一曝光之后，真的越来越多的谜团出来。你看，这是你接报我们的找到的时序，是现在是媒体相关报道的一个时序。11月4号，现在大家都知道，他们是在有人这个上班的时候，对，被清洁人员发现，也就是那天早上，是清洁阿姨去打扫的时候发现，那是在早上7:30左右，他们7:55就报案了。是，那七点，你看7:30发现，7:55报案，已经隔了快要半个小时的时间，结果这个警消人员8:11左右抵达现场。我请问一下，这个已经从7:30发现到这个已经快要40-50分钟，你还做心肺复苏来抢救？再来，更奇妙的是，你抢救现场如果已经完全没有僵硬，或者是任何告诉你他已经明显死亡的话，已经变成是现场就是命案现场，怎么可能你还把他给载走？8:29抵达署立台北医院，宝杰哥，这是有猫腻的。为什么有猫腻？假设你真的要试图要救活他，你一定是越近越好。行政院的新庄联合办公室在这里，如果要救的话，按照他们整个最近的是辅大医院，最近的是辅大医院。为什么你叫的会是从署立台北医院过去？这不是莫名其妙吗？你不是应该急救要就近叫吗？对，那你为什么会从台北院比较远呢？哎，刚讲，如果你是行政院新庄联合办公大楼，你这条路就直通，直接到了辅大，可是你还要九转18弯。跑到了署立台北医院，所以你到底是想要救这个人，还是把一个已经明显死亡的大体变成是装活送到这个地方？但反过来讲，到了11月5号，这个死亡证明书开完了以后，整件事情就被掩盖掉了，他就代表着没事了，没事了，连死亡证明都开出来，没有他杀嫌疑，没有任何嫌疑情况之下，这件事就被盖起来了，就像一个国防部要把它给盖住了。宝杰哥，最诡异的是什么事？现在大家都说有所谓的两封遗嘱，结果谢宜容说这个遗嘱是警察交付给检察官，检察官交付给这个他们的家属。检察官什么时候才到现才去？第二天。第二天，你这个信到底是谁发现？有没有真的交给警察？而且如果是交给警察，你从头都不知道，为什么你会知道谢宜容？你会知道内容？好的，另外就是你昨天就提到说，你看了卫福部的劳动部的这个所谓的检验报办这个调查报告，你当时看了劳动部的调查报告，你说根本胡说八道，整个劳动部的调查报告都只有一件事情，都是在帮谢宜容来脱罪。当时大家还听得一愣愣的，想说你真的还假的？就没有想到昨天晚上谢宜容自己的声明，包括他的律师的声明，很清楚的，他所有的脱罪支持都是来自劳动部的调查报告。是，宝杰哥，我手上就是他们所11月18号
公布的这份调查报告，这份调查报告我拿到的第一个时间，我看到我就觉得实在是太不可思议，因为他们是说是指定由许传胜这个政治来组调查小组，主调查小组他下面讲，因为家属人员心情过度的悲伤，所以整份调查的过程没有去询问到家属这个部分的说法，所以简单讲，从头到尾都是你们部里面自己问自己人，自己进行一个调查，自问自答，而且有说哦，有什么外部专家，这个外部专家跟你们也是一个关系挺密的。然后呢？所以九个人里面六个人是你们自己人，另外三个人也是跟你关系密切的。是，然后呢？结果后来哦，他说啊，怎么整件事情怎么样？其他的东西我都不讲，我就专讲三个时间点。我昨天不是就讲吗？我说他不对劲，因为我发现整份调查报告照理说是要找出无姓公务人员为什么死亡的真相。结果整份调查报告看起来已经是量身定做为谢宜容所制定的脱罪之词，变成是他的一个免死金牌。而且你说你跑过这么多的公务机关，你跑过这么多的新闻，你昨天看到这个状况，你毛骨悚然。昨天我们讲到，我们的总统已经表达歉意了，而且说要严查到底。我们的院长哎，都已经眼眶泛泪去向这个社会道歉，而且也说要对谢宜容刚刚讲的记两大过免职，要给他最重的处分。就谢宜容刚刚讲，他只讲了一件事，他的死跟我一点的关系都没有。我如果今天管教有问题，我愿意检讨，但是他的死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他只是自己讲也就算了，因为今天有劳动部的背书，让他的讲话变成有公信力。恐怖在哪里？恐怖在我的总统已经道歉了，我今天的院长也已经道歉了，结果我的劳动部的报告还是站在谢宜容的后面，直接打总统一耳光，直接打院长一耳光。是，你看他直接告诉你们，他看起来哦，公开道歉声明是11月20号。换句话说，已经所有人连总统都帮你道歉，他最后一个出来道歉。但你以为他是真的道歉吗？没有，他是跟全台湾人，包括跟你赖清德总统叫板，他跟你冰的，他跟你冰的什么？跟赖清德冰的。他说冰的什么？我有劳动部的调查报告证明跟我无关。他直接告诉你。发生不幸事故，均与前述第一人的这个机关领导风格作为无关，所以这代志不是我的代志，跟我无关系。而且真的就在他的调查报告里面，他讲出三个时间点。第一个时间点，11月1号，你们都说啊，我退回他报告是最后一个压倒他的最后一个一根稻草，拍谁？他刚我请假。第二个时间点，11月4号，也就是大体发生时间点，他说，因为我第一时间我要跟我的上级长官报告，所以我没有在现场，我没在，我没处理。第三件事情，你们一直在讲说什么电梯盖不盖，都说是我的问题，不好意思，我人不在现场，所以我没有过度指挥，而且都是劳动部报告写的。可是宝杰哥，我们刚刚谈到一个重点，你生前霸凌，你死后灭证，刚灭证的单位有几个单位，包括把你大体从这里弄出去，包括你要叫属立医院的人来载人，包括有所谓的警察来这边，包括甚至第二天有检察官去到那边帮你开一张莫名其妙死亡证书。刚提到的这四个单位是一个谢宜容可以叫得动的吗？不是。那到底是谁？后面的靠山是谁？谁比赖清德还大？好，所以吴总刚刚讲到的，我们的总统哎，都已经发脸书了，表示这歉意了。我们的总统台院长哎，还泛泪来道歉。结果没有想到谢宜容晚上哎，他想说我有道歉，我有承认道歉。可道歉结果是说哎。今天他发生的事情跟我本人的领导风格跟行为完全没有关系，也就是你总统公，你总统委，你一丢公，你一丢委，我完全没有关。他为什么这个底气？因为所有的劳动部做他的靠山。宝杰啊，我们现在谈有一个很多地方啊，从细节来分析会得到一个不同的结论呐、啊。在那么严重的这种压，这种全国风风雨舆论在注意的焦点之下。这位公务员的一个长官，对，居然他用什么？他的领导风格。我在当老板当几十年了、哦，我跟公司同仁只有一个什么关系？你知道什么关系？叫做合作关系。我从来不认为我是领导嘛。哎，你算老几呀、啊？你是个什么东西呀、啊？领导风格，领导风格。在赖清德也不敢讲领导风格，所以我在机关内的领导管理风格，他是个什么东西啊？你来管理被公务员大概被多了，都有国家的高考及考试及格进来的，大家一样大，要互相尊重是一个基本的台湾社会的一个基本礼仪啊！你在这个情况之下的公开道歉说明，你居然给我颠公，你是领导风格，放你个
我跟你讲，简单一点，他不够资格用这两个字、啊。所以你说他今天如果用到了领导管理风格，就代表他平常多么嚣张傲慢。是，所以好，这讲到问题的核心了。他的嚣张，这个其来有自。对，因为他们是一个犯罪集团。犯罪集团，当然犯罪集团了、啊，这个胆大妄为嘛。他今天干什么大事情，什么大的犯罪事情，他自己本身可能还没有完全察觉了。我讲的意思就是说，大家要知道一个背景，什么背景？从这个他的胆大妄为跟他的嚣张，知道他背后的背景有多强，你知道吗？那因为大家都知道，这里有背景的。当然，因为劳动部长期被某派系把持嘛，这是个事实啊。那这个被派系把持的事实，也就是赖清德这一次为什么第一时间就跳出来道歉的原因。对，他知道，他如果不跳出来出面的话，那这个事情呢？就继续被这个派系往恶性循环方面发展，这个就变成这个完全没有办法动弹了。对，那这个派系就继续把持这个东西。你说在民进党内有一个力量，连赖清德都没有办法。当然赖清德没有办法，不然赖清德发几天时间，突然间跳出来干什么？他知道他面临到的挑战是什么样的挑战。如果赖清德不能搞定这个事情的话，在民进党内就完蛋了，他的总统的威信呢、啊，一夜之间荡然无存。这么严重？不，很简单嘛。如果那我问你，本来是行政单位的事情嘛，对，那院长、行政院长讲话就可以了。对，为什么赖清德出来讲话？对哈、哦，对啊，他知道顶不住嘛。窦云台院长顶不住。对，卓荣泰我们都认识几十年了嘛，卓荣泰罩得住赖清德，不会出来讲这个话嘛？没，这个情况非常危急，你知道吗？他为什么敢那么硬的跟你顶？一个小小的谢宜容，感觉顶到底耶。对，到今天不让啊。对，他感觉是为什么？我没错，背后硬，有没有错？而且刚讲第一个，我讲没错，他现在还警告哦，你们现在这些写错的人，你给我小心一点哦。对，他还警告你十二条声明，警告他准备告我们的这些，不，他凭什么这个底气嘛？他八股硬才敢跟你干，他知道，他知不知道他跟赖清德总统干？他知道啊，他当然知道嘛。你看看这个里面，这个召集当时怎么讲的？调查报告怎么讲的？有这目前这晚近几年，我再点名好了，就是两个人在主导，一个是许明春当部长嘛，对，他在许明春办公室待过嘛，对不 对？这都是亲信嘛。第二个，最近发生事情之后，调查报告要开始在撰写的时候，许传胜次长怎么讲的？我念给大家听好不好？他告诉其他调查委员说，要还优秀的人才清白，优秀人才的清白，你这个家伙把人家搞死了。不，这个都太有趣了。也就是你要去做调查报告，做调查报告的时候，你每一个人照例讲，我应该没有设任何的立场。如果今天我要调查你，那我要调查你，我已经把你调查说你是优秀同仁，我还调查个。他跟每一个调查小组成员讲这个事情，他先关说一趟啊。所以这个调查报告是许传胜去关说完的结果，所以有这种八股在。那许传胜这个个性你也很清楚，他不会主动干这个事。不会，那谁？那有人叫他干的嘛？五郎在后边跟他听督嘛？那这个听督是要修理谁嘛？当然是要给赖清德好看了、啊，这有什么好讲的、啊？可是他忘记了，赖清德是医生哎、欸，赖清德是医生，他比别人多很多医学常识啊。他讲赖清德今天的发言里面有一个关键话，他送检调处理，对吧？这检调有什么学问？为什么赖清德懂这个道理？我现在讲很简单，如果你只是在讲他什么霸凌这个事情呢、哦，不会构成所谓的犯罪事实。对，他的问题出在哪里？在死后灭证这部分，我告诉你，变成犯罪的问题。好，那刚刚讲的赖清德就在讲了，政府有责任也有决心带头改善职场文化。行政院长卓荣泰已经指示要营造合理的工作环境。重点来了。要将全案送检调单位全面调查事实真相。你说这个将全案送检调单位，不是随便说说的。总统亲自要讲，哎，总统谈的是要干什么？要改革什么？要改革文化。前面那个二十年文化是谁的文化？派系文化嘛。总统知道前面有派系文化在，他知道他面临的挑战是派系文化嘛。我们不要谈人了，对不对？谈人不太好嘛。可是现在许明春。跟许传胜两个，对，他们就是核心人物啊，这很简单。好，你再过来看，我们再反过来讲，问这个本案的犯罪的事实本身啊，我要问你很简单了、啊，119进来之后，一看到这种情况怎么处理？119台湾的119是第一次碰到有这种上吊身亡的事实吗？当然不是，太多了，119每天都碰到的，他们的工作守则里面有规定要怎么处理的，不能处理啊。
那个可能是刑案现场怎么处理？怎么这个不能碰到这种情况就不能处理？你说不能用所谓的担架，而且是用坐式担架，而且没有用白布，直接用救护车送到属立医院去？不是这个意思，你不要抓到重点。他在帮他伪装这个病人，他已经是一个亡者往生的一个大体。他把往生的大体包装成一个用呼吸器放在嘴巴上，因为舌头都出来了吧，再把呼吸器挡住嘛，然后从电梯里面下去，看起来为什么不让白布？对，不让白布表示说我还在救，还是活着，我还是在救，我是在医啊，在这个是119在体。你说这是不可以的，这怎么当然不可能是大体的救护车？台湾的救护车是装什么？是装救活人的，不是装大体的嘛，对不对？你怎么可以119怎么敢干这个事情？119会做这个事吗？是谁？谁叫119干的？这是第一个问题，要搞清楚。那第二个问题很简单，有两个医院，一个福大医院，一个属立医院。对，那照理论上119的规定，我告诉你很简单，他在接这个病人的时候，接这个 case 同时，马上就已经决定要往哪个医院送，那这是 SOP 嘛？那你为什么不送福大？你为什么送到属立医院？对，那除非属立医院有人有被通知到在接 case 嘛？病人我要接，我讲好了，然后啊，我们已经接了，在 order 告诉你属立医院，所以属立医院急诊室已经准备了要接这个案子嘛？对，这是我们的医院的作业的原则，你知道吗？那到了医院之后，你现在看到最后出来了，检察官相验了嘛？第二天相验。好，我问你，好，没关系，检察官为什么检察官相验？因为检察官相验就是医院不愿意开死亡证明。医院为什么不愿意开死亡证明？医院开死亡证明很简单，自然死亡跟非自然死亡。什么叫自然死亡？我跟你讲很简单一个道理，属立医院如果这个 case 本身在他这边有问诊记录，有病例，那我就知道这是自然死亡，没有问题，我马上开，对，我们叫做 DOA， 就是到院死亡。对，但是你在我这边有病例，所以我敢开。哎，这个莫名其妙，没有病例，突然间来了一个大体，我变成我都不敢开嘛，不敢开，医院属立医院应该怎么办？属立医院违法了嘛？属立医院看到这个情况之下，马上通知刑事局嘛，刑事管区来处理嘛，所以在属立医院应该刑事警察就到场嘛。结果这是第二现场，这不是第一现场，第一现场有警察旁边，对，就不处理到第二现场，所以这个是一个精心策划的嘛，他到属立医院来做善后处理嘛，然后到了第二天是善后处理，对，很简单。我现在问你很简单，到医院的原医院作业，我现在解释给大家听。第一个，我医院不管怎么弄。最后我不开死亡证明，对不对？我要不要开诊断书？要开，一定要开啊！因为你有病人来了、啊，我要健保要报销啊，对对，我一定要开诊断书啊！诊断书我怎么开？多重器官死亡，这最简单的开法。那问题是脖子这边怎么办啊？对哈、哦，你说你怎么处理？对不对？你气管怎么处理？对不对？你要不要记载？我不知道，我跟你保证没有记载。所以为什么要送检调？我刚刚讲的赖总统是医生。他知道这里面的美嘎在哪里，检察一问就问出来了嘛。所以你这个，然后第二个检察官第二天相验，第二天相验有没有相验到这个东西？有没有相验到在他颈部的颈部是他致死原因？对，一定有看到啊，或者检察官没看到？啊，鬼捉弄巧合啊，你怎样不？所以他们是一个黑社会集团嘛，当然是黑社会啊，咱有那么大本事？对，把一个人那就把那个东西一丢，这个事情就结束。所以你知道告诉我们说，哎。你的这个相验证明书是怎么开的？对对啊，不是我在两个，第一个医院要开诊断书，第二个要开死亡证明书，这两个东西都不一定要记载一个事实，什么事实？他的颈部、他的器官、他的气管可能有破损、有trauma、有伤害，这个一定要记录下来啊。那如果有这个记录下来的话，相验不下去啊，那怎么相验？这非自然死亡啊，所以整个在伪造文书，你知道吗？属立医院为什么选属立医院？属立医院的院长跟他们讲好了嘛，他们管的、啊，中央的、啊。对，你到福大医院看看，福大医院不跟你来这一套，照规定来嘛。所以这整个事情是一个大型的犯罪诈欺的行为，就是为了要让这些所谓的这个劳动部，对，整批是个犯罪集团。最可恶的人是谁？这个到底谁指挥的？谁下令的？谁下的命令？那这个下命令。做这个灭证的过程中间的这个人犯罪了，当然犯罪啊！那你写十二条干什么？十二条是干什么？他要想要拼他的退休金，他跟赖总统拼，我没有犯罪，
结果他不晓得，在法理上，在医学上，我们有非常严谨的对死亡的定义跟流程，他通通都犯罪了。好，于凤，刚才讲到，你现在也帮我们去问了新庄的分局，新庄分局长，他们警察有到吗？当时警察在第一现场已经确定死亡了，可是还看到整个荒谬剧继续上演。对，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7:55的时候，就有同仁进了办公室，进了办公室之后啊。没有在他的座位上面看到这个同仁，他有说奇怪，他不是要赶案子吗？不是进来了吗？没看到人吗？结果呢，要准备去拿公文的时候，他挂在公文室，他是挂在公文室的。所以呢，你可以知道吗？他已经是做到最后一分一秒，没办法了，人生就是这样子了。他在4号的时候呢，在最后送走的是他的4号电梯，然后我40岁，然后在4楼就把自己给送走。所以呢，他不是在他的座位上面哦，他是在公文社储藏室，所以呢，他是挂在那个地方。好，沈姐，你的意思说，我们现在听到的消息是，他其实刚刚讲的，我的11月1号我收到命令，我要在11月4号的时候交出来。对，所以我11月2号跟11月3号我都到了公司。他说11月3号的时候，我不讲吗？他的11月3号的晚上8:50，他还有去上厕所。上厕所那是最后的录影的声音。对，录影的声音是什么？他已经把他的公文，你交代我的做完的东西，我已经拼了2天，我不是没有做完。我是已经做完了，我做完了以后，我还把它全部都做好了，送到公文室了，然后就在那个地方轻生。对，他的人生最后的力量就是做那一份公文，做那个招标书，然后最后就吊挂在那个地方。然后7:55的时候，大家就看到了，看到之后就赶快打电话。然后打电话之后呢，谁来了？警察来了，消防队也来了。好，昌平派出所的同仁一到现场之后呢，就问说，那要不要请鉴识来？因为这个看起来就是明显死亡、哦。警察一到就说要不要请鉴识？对，警察一到就已经知道他是明显死亡了。但是呢，救护人员也到了嘛，救护人员也到的情况之下的话，那警察就退出来，就让救护人员去处理。结果呢，救护人员就把他给送走了。把他给送走之后，同仁就吓到了。这个完全不符合规定吗？因为这个是明显死亡啊。按照吴董所说的。完全不符合规定吗？因为新北消防局有讲哦，我到了现场的时候觉得，哎，它还有余温啊，它还有温度啊，所以我们就试着去急救，试着急救以后呢，本来以为说已经死亡了，死亡以后再就有人跳出来说，哎，不对，他说家属希望能不能做最后的急救，所以新北消防局才赶快把他送到医院去。这个东西我们也去查了一下，因为如果确实。实务上是有这种情况，我们还是要体谅家属的心情。很多的意外现场，家属都觉得再救一下，再救一下。问题是他是7:55被发现的，8:11警消人员就到场了，8:11还没有到上班时间哦，家属没有人在现场啊，没有家属，所以没有家属啊，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一件事情分署了，这件事情出来之后有多少奇奇怪怪的风向，大家调来调去，不是有人跳出来说那是家属希望这样。可是没有家属在现场。对啊，我们问没有家属在现场啊，所以呢，警察同仁就是看着消防的弟兄，就是把人给送走了。把人给送走，其实他们当下是有点奇怪，那也安呢？因为如果你在这里死亡的话，开业呢？这里是命案现场啊，检察官要来这里的、啊。问题是，警消是一家没错。问你在急救的时候，你还是要尊重消防啊。他就是把他给送走，把他送走，坐了4号电梯。所以呢，很多他们分署同仁就讲说，你看喽，11月1号把你退件，要你11月4号交件。11月4号的时候，这个吴男40岁，然后呢，他想不开的地方是在4楼。最后呢，因为不能坐这个长官的电梯，他必须把他给折起来，所以他坐了4号电梯。4号电梯是博爱电梯，所以呢，他是已经。离开了，已经往生了，最后被折叠之后呢，从这4号电梯给坐下去。那坐下去的时候呢，大家所以他是在40岁的时候，对，在11月4号在4楼，最后搭着4号电梯离开的，对，搭着4号电梯离开的。可是大家知道一件事情吗？这个地方是哪里？这个地方呢，就是所谓的新庄副都心。新庄副都心，因为那个时候是荒烟蔓草一片，就是为了盖这个办公室给盖下去。对，盖下去，很多人就抱怨。那我的小孩要怎么去上学？所以没有关系，我们在旁边弄一个幼儿园。而他遗体离开的这个过程，就是这些公务人员带小朋友去幼儿园的那一条路上面。所以大家就想说，你为了脱位罪，或者是你不要让这里变命案现场，
沿途上有非常多人看到，而且很多都是要去上幼儿园的小朋友。因为为什么这件事情非常可恶，在于说不是讲说你离开之后我也没有盖白布吗？盖白布第一个当然是对死者的尊重，第二个就是你不要把旁边的人给吓到。对，刚才讲的都不管是在水边，不管是发生任何意外，马上白布要盖着，就是你不要让那个状况让一般的人不知情的人看到，嘿，即将刷掉。对，可是他居然为了掩盖这件事情，居然在劳动部这个状况，你居然就让他。这样的出去有这么多人看到，你完全不在乎大家的心理状态。而且大家那个时候是要带小朋友去上幼儿园，或是有些其他同仁是要来打卡上班的，你会想到说你有一天进到这个办公室，进到这个机关，你看到的是一个尸体，而那个尸体呢是坐在折叠担架上面推出来的。你那时候看到的时候一定觉得吓到，但是呢你现在看到新闻之后，哇，你要怎么跟你的小朋友讲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呢从同仁到第一时间你警消不同调之后呢，你就会觉得这件事情不单纯。对，如果是按照正常 SOP 的话，你就把它划定，然后呢见事就来，然后呢检察官就来现场。那现在来讲还有一个很大的状况，网络上面又说他有遗书，可是当他不是在第一时间处理这个的时候呢，谁相信的真乃假的？对，而且呢就算真的有会不会也不见了？因为他不是命案现场啊，所以他不是命案现场的时候呢，很多的东西就会有一些处理的状况，所以现在来说的话，这就是为什么一定要把他给送走。而且你长期跑社会新闻，你也知道这中间有很多冥冥之中我们不能解释的事情。刚刚讲说这个事情最怪的是，他居然在他40岁的时候，在11月4号在4楼，而且搭4号电梯。而且今天有一个非常怪的是，我们今天跟韦瑞瑞搭，对，我们今天的投手丢了44颗球，被人家的背号44号。打了一支全垒打，而且这件事情刚刚讲的，这是民进党等于说赖清德执政以后一个最大危机，你根本遮不住了。对这个东西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已经过程里面很多人觉得自己可以只手遮天，但是冥冥之中这个消息就是一个一个出来，而且呢就刚刚好出来，如果真的是一部分就被他抹掉的话，可能他人就没事了。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一定要一查到底。而且刚刚讲到发生这件事情之后，他们就现在讲，我现在我们大概在查证，他说谢义勇之后的不敢去4楼了。我觉得这一定是的，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这个状况。你想想看、哦，而且我们还打电话给里面的人，他们现在都不能上去。他们讲说，现在你知道那个电梯，他到了4楼，他自己会打开；然后你到了4楼以下，他每一层都打开。大家可能没有见过那个状况。如果有一个人他选择这么极端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的话，那个怨气会有多重？其实你看他的一个身体的状况哦，我们不是说什么玄学又怎样的，你在那种状况之下的话，他你的脸部、你的舌头，还有你身体的其他的状况是会有明显改变的，所以这个怨气非常的重。对，现在大家就好奇是，你这个谢荣到底是谁？今天院长出来道歉，今天部长出来道歉，结果你还在那边非常的傲慢。刚才讲到的，你现在非常会向上管理，而且你整个从以前到现在，你等于是跟对人了，跟对人了，跟对疯了以后就扶摇直上。然后呢，现在刚刚讲的，那你扶摇直上凭什么呢？他非常会做关系，他非常会送礼。对，宝杰哥，其实真的，他对外向上管理做得非常的好。为什么他能够升官升得这么快？为什么他可以把上面的长官弄得服服帖帖？都跟请客吃饭有关系。为什么都说他很懂请客吃饭？因为现在去翻开来看，竟然和公所晚上吃饭一餐花了多少？花了40000块啊，宝杰哥。大家会没想到，哎，这个分署竟然这么有钱啊！你这样请吃个饭，一个晚上可以请到40000块，而且你用什么样的一个会计科目来支付，不晓得。这个政风还要再去查。但是你仔细去看，他爱怎么花钱就怎么花钱，而且他还会想办法去找钱来花。为什么这么说？你看到过去，哎，这一个过年送礼其实真的是难免，但是哦，分署长上任之后，你看这个礼过去只有160份，现在全部暴增了大概200多份，而且金额的部分原本也才编列19万，现在最高来到49万，等于这翻倍啊！啊，那问题是你这些礼物你要送谁呢？你如果说有一些配合的机关你送没有关系，但是哦，你仔细看哦，114年端午宣导礼品送到哪里去？国会统筹运用，国会统筹运用，国会统筹运用。那你到底跟国会统筹运，你是要去跟谁做关系呢？对对，而且你看这个份数好，虽然份数不多，但比方说你就是要去跟向上管理，把它给做好嘛。所以刚刚讲的，112年，当时他还没有就任，没有就任的时候，端午节刚刚讲的是19万，中秋节33万，可是到了他自己上任以后，刚刚讲到春节就到了49万。那你讲说春节跟端午节不能比哈，我就端午节对端午节，之前的端午节是19万，到了你。
就变成43万了。对，所以你看啊，这个钱哎，完全是把公帑当自己的钱在花、啊。我拿去送礼的，全部用的全部都是编列公费，而且是暴增了一倍。好，再来，刚看到国会统筹运用嘛，你要向上，你要去巴结嘛，那甚至你还拿公帑买礼物送给谁？送给自己啊。你看，包含在112年，他就用到中秋、春节、端午、中秋，全部自己都有份，自己还留三份，自己还留三份，而且全部都是哎、欸、花的都是公帑啊！而且再来，你说哎、欸、这个钱不够怎么办呢？我左掏右掏，我总会找到一些钱来。宝杰哥，你看到这里哦，办理7年职能开发业务的预算也拿来送礼啊！把这些哎。欸这些通通拿来是哎，总共19万，这些全部都是用开发青年职能业务预算来看。好，再来，你从重点是你拿这些会计科目会导致什么样状况？你在预算书上面完全看不出来嘛？你要从哪边挪用资金？完全就是变成劳动部变成自己的一个小金库啊，甚至连社群媒体的标案也可以拿来当做送礼，当做礼盒设计的这个部分。所以你看，它完全内部管控乱七八糟、欸。你对下面鸭子，你对下面鸭子刚刚讲的第一个就是。你今天上厕所没有带手机，我把你臭骂一顿。我今天你没有把这个公文放在抽屉里面，我可以把你骂了2个小时。甚至我今天我迟到了，我今天进到办公室，进到了会议室，没有排列队来欢迎，我也把你们臭骂一顿。你对下面这么苛刻，可是你对上面居然是这个脸色、这个样子。还有刚刚讲到，没有想到现在整个劳动部蛇鼠一窝吗？难道你今天送 Hermes 的这种？还可以非常骄傲吗？把这个就是因为谢宜容这样的行为，让大家知道说没关系，我送对礼送得好，我就爬得快，我管你底下的人如何讨厌我，如何去检举我，没有关系，我照样官照升，钱照赚。好，所以说，来我们的制作单位讲，我们搞错了，在谢宜容之前，年节是没有送礼的，是从谢宜容开始年节大送礼。是我刚刚要讲的就是谢宜容他一路走完。刚刚大家看到他官位亨通啊，他升职升得比人家快，比人家顺遂。那我想请问一下，他从专委开始，在公务人员里面就已经是主管了，科长、组长、专委、科长，通通是主管。他过去都没有传出这些事情吗？还是他过去都是温良恭俭让，一直到分署长才大爆发？没有哦，我们刚刚讲的有一个市长的公务员，他就讲说，当他在当科长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了，已经是这个样子了。这就是我的重点，他过去就有这样的传闻，而且这一定是他一路走来的风格。可是为什么还可以一路升迁呢？从来都没有被。爆料过、爆发过，而且也没被惩处过，也没被检讨过。一路护着他的人是谁？对，是不是他真的很会踩下捧上？哦，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送到 Hermes 这种高级的礼品，但是我必须要说，我们公务员是有非常这个严谨的规范。第一个，上不能收下的礼物。第二个不能收3000块以上的礼物，他完全都违反这两个规定啦。好啦，他可以送，但是他的上面的人怎么可以收呢？对，对不对？这许明尊怎么敢收？哎，对呀、啊，收一个 Hermes 的围巾几万元，还非常骄傲得意。啊、所以许明尊怎么可以说？所以今天是只有谢宜容一个人该死吗？他的署长蔡署长没有问题吗？好，派他去分署长这个许明尊没有问题吗？所以我前面就说了，这是一个恐怖的结构性的问题啊！刚刚前面在讨论说，到底有没有报警，现场有没有报警，有没有检察官到现场勘验？我要讲一个不幸的我过去的经验哦，我过去在台北市政府任职的时候啊，我在11楼市长室，那我们12楼当时也有一个同事哦，他在这个厕所里面想不开哦，也是用同样的方式哦，那。我们做的 SOP 就是你要报警，跟警消同时到现场。对，消防人员到现场，确实不管他当时有没有生命迹象，还是会做最后努力送医去急救啊。可是警察要同时到现场，要封锁现场，要勘验有没有外力的介入，这是 SOP。因为就像刚刚前面来宾讲的，你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是。自己想不开还是有外力的介入。去年就在去年，大家如果去 Google 新闻还可以 Google 得到，去年台北市政府社会局也有一个年轻的女性同仁从楼上坠楼，也同样的 SOP， 好，警消同时到场，到
后场的时候确实也没有生命迹象，也一样先送医去做最后的努力急救，但是同时远景要封锁现场进行勘验，有没有外力介入的可能。所以今天如果这个案子怎么会只有消防局来现场，远景呢，检察官呢，对，我们目前不知道，现在唯一有检察官的这一个身影只有出自于谢宜容自己的嘴巴，就是那个录音档里面，从那一段他找员工的录音档，我们再次可以发现，我前面说的谢宜容他都是有上面照着，因为在那一段录音档里面，他警告员工说：“所长告诉我，已经有两个立委知道这件事喽，哦，你们不要再出去外面乱讲。”这就跟我刚刚讲的，许明春当年接到爆料黑函的时候，也是把黑函压下来，把这个检举函压下来，去跟谢宜容警告说：“哎，我告诉你哦，有人检举你，你要小心一点。”所以谢宜容上面的关系打点得很好啊，连这件事已经有一个人过世了，署长还是选择告诉他说：“哎，我告诉你哦，有立委知道了，让他可以再一次去警告同仁。”第二个，他又跟同仁说：“我告诉你哦，检察官哦有拿到这个员工的这个亡者的两封遗书，而且这两封遗书已经给我们分署了。哈，这两封遗书是感谢我们分署给他的爱，而且没有提到霸凌哦。哈，你们不要乱讲话。我想请问一下，到底是谢宜容乱掰，假借检察官的名义，假借亡者的遗书的名义，还要去瞎掰为自己脱罪，还是真的有这两封遗书？可是检察官却私下给他看呢？”检察官侦查不公开，你怎么可以不能给谢宜容看？对，家属都还没有看到，都还没有公开。谢宜容自己说的，哦，这个还没有公开，家属也还没有看到。可是检察官已经先传给我们分署了，可以这个样子吗？这不是亡者的遗书应该是家属先看到吗？怎么会变成你谢宜容先看到呢？所以我觉得整个案件的处理非常的荒谬。好，所以慧正是刚讲到的，你刚刚就不是讲说，现在在这个劳动部里面，居然有给阿春部长，阿春部长看起来很朴素，看起来的没有你给 Hermes 的这个围巾，然后说不是一个人给，是每个人都给。是啊，宝杰哥，我跟你讲，我真的越看越生气。你刚刚讲到送礼那些事情，对不对？从19万送到40几万，对不对？对。而且呢，本来从160份送到200多份了，对不对？送到200多份、哎，他之前是没有送礼的哦。对，这个单位是不送礼的哦。对，然后他送给谁？送给国会统筹，送给立委做关系。台湾的立委才113位，你送到200多份，你送到200多份是什么意思？而且哦，这些公务人员，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无线技术人员，一天工作10几个小时，加班费都不给。人家用命去拼的加班费你都不给，然后你把钱像个凯子一样去撒，撒给谁？撒给国会。国会是谁我不知道，但关键是在于你就算要做关系要打点好了，113个立法委员你会送到200多份？对，你这代表什么意思？吃公家的，饮公家的，困公家的，他有多少钱是用国家的？现在我跟你讲，真的要进一步调查，不是只有他，另外一个劳动部的劳动力发展署署长蔡孟良，他搞了一个东西，他说我们要有一个5S 检查小组，像管小朋友一样，告诉所有办公室同仁，你们什么东西可以放桌上，你们什么东西小文具、笔、橡皮擦这些的要放，用容器放整齐，然后呢，大文具要放哪边，哪边放左边，哪边放右边，哪边放三条线。对，他搞了这些东西，还要弄个比赛，你知道吗？他竟然花了71万弄一个检核标案，这个标案的名称叫做推动5S 改善办公室品质管理。你笑我哦，这些人是公务人员哎，这些人考过高考是公务人员哎，你管他橡皮擦放哪里？他做出来东西做出来就好。我的劳动部要求我的公务员桌面可以使用的空间不得少于1/3，我的文具用品除了胶带台之外，其他我都有规范的哦。规范什么？我的小型文具包括笔、橡皮筋、长尾夹、回纹针、便条纸那边一定要用容器给我收好。如果你是大型的文具，包括尺啦、计算机啦，你要给我摆放整齐。另外，你的文件资料
不管你是直的或者是横的，你要给我排列整齐。另外，你座位的这个所谓的电源线跟你的网路线干嘛？你这些东西全部都要给我固定稳当，三条线以上，你就要给我用束线带跟魔鬼粘固定捆绑方式。还有标准图示，标准图示一大堆，重点是你还编了一个71万元的一个检核标案，你没有眼睛，你不会自己这样看一看就好吗？而且我不理解，这些是公务人员，是国家公仆，哎，不是你的，不是跟陪你玩游戏搬家家酒的，你在搞什么啊？你知道这是什么吗？你敢糟蹋，什么意思？我叫你东西放哪里就放哪里，我叫你什么东西要干嘛干就干嘛，我叫你跪的你不能给我站起来，我叫你趴的你不能给我搞坐下，他这个意思在这里，他把你当一个他饲养的宠物一样，这样在规范你，他用这样的态度在对付我们国家的公仆，令人发指。不是刚才讲说你的桌面、你的屏风、你的电脑、你的萤幕不可以有任何的灰尘，然后呢，你的公用柜子一定要定时去擦拭，你没有人座位的地方也要搞干净，你在搞新生活运动啊？不，这个没有不对，可是你这样要求很荒谬啊！而且不是荒谬，是他还编了一个71万的预算来检核这个东西。最新的消息，赖清德总统出面道歉，但他道歉的他的说法是，政府有责任要改善职场文化，卓荣泰院长已经指示要营造合理的工作环境，要全面调查送检调调查，然后给大家社会一个明确的交代，然后讲了很多，意思就是我们要改变过去认为的职场文化，整件事情他们还认为是职场文化、职场霸凌，但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它是个刑事犯罪，谁开的死亡证明，后面也没有一个组织在帮他毁尸灭迹，我觉得这才是检调要查的重点。对，现在很多人看了以后都不可思议，说：“哎，这个谢依荣到底何许人也？”而且刚刚讲，他上任不到一年半的时间，105个人，居然80几个人要离开，80几个离开，里面很多是主管。主管刚刚讲，很多人我愿意降调。刚刚讲到，我好不容易升迁，每个公务员拼的就是升迁。我升迁以后，我愿未来的这个所谓的退休金，我所有的福利都跟这个有关。结果他可以搞到整个鸡飞狗跳，然后呢，整个劳动部哦，整个政府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你说？这个在政府部门不是力能通天，不是背景非常强，根本不可能。大家知道我以前在当议员之前有十几年都在公家机关，所以我看了这个案子非常难想象哦。大家可以想象一个公务员哈，他一辈子工作是有保障的，他在一个大家外界看起来稳定的工作环境里面，居然被逼到死。那样的工作环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狱工作环境？被大家认为说，哎，你应该是一个稳定的公务员啊，怎么会在工作环境被逼到死？好，那淑芬，你有听过说这个人跟他讲的，他是每天都去看打卡哦，每天早上5点上班，你知道七八点才下班，你会知道为什么他不敢报吗？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要假打卡不敢报加班吗？为什么？因为按照公务员人员服务法，他一天的上班时间不能超过16个小时。一个月的加班时间不能超过60个小时，他超过他的主管还要骂他，所以他不能让长官难做，他要委屈自己，他即便加班不能去打卡，不能去申报，所以、公务员如果加班太多，长官会有问题的。如果遇到机车的长官，不但不体恤他，还要叫他写报告解释。我告诉他，谢依荣就是会干出这件事情。你就给我工作做好，但是你不要登录，你